第三点，我就为台湾老破鬼，去年参加国际比利时红米的评鉴，也得到三千种相关的荣誉。今年更加以着高山红乌龙茶甲乌龙山茶花保养品来参加世界品质的评鉴大会，也伫966间的国际企业将近10000件的产品当中来竞争，分别摕到世界金牌奖甲银牌奖的荣誉，嘛再次证明台湾茶是有世界级的水准。伫国际舞台上接受公开表扬，着种茶农嘛摕到家己的产品。欢喜向大家分享。那个世界银牌奖的这个我们的核心原滋养霜，田龙老铺为向人客进入介绍，利用上新的科技研发的乌龙茶花保养品，同时嘛，予大家实际试用。这项就是伫今年的世界品质评鉴大会，摕到世界银牌奖的茶米保养品。它刚开始抹的时候就是很滋润，然后呢，抹完之后大概等个一下子，它吸收很快。然后它味道很清香，这样子。最主要的是，它还使用那个在地的茶叶，然后这天然的成分就很好，这样。评审呢对这个世界银牌奖的这个滋养霜的效果哈，觉得非常的绵密细致，而且啊香味相当独特啊，而且有这种抗皱啊、哦净白呀、哦抗老化、啊，然后让细胞哈、重新再生的这个效果，哎，所以它对这个。新的这种滋养霜啊，赞不绝口，啧啧称奇。除了茶米保养品以外，还有这款高山红乌龙茶，就种茶农刘柏伟，今年就是以这两项产品参加伫比利时举办的世界品质评鉴大会，并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得到世界金牌奖甲银牌奖的荣誉。这个世界金牌奖跟世界银牌奖啊，和贤公司跟我父亲啊，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再次的证明说哈、我们台湾的。Made in Taiwan 的东西、是有世界水准的品质、也可以维持一定的品质，可以、长期的、多次的，可以在国际上与世界品牌、做、连续的竞争，也可以得到非常优异的奖项。田龙老铺为去年第一摆参加国际比赛，得奖了后，伊就认为来自台湾的好茶应该要让全世界知影，所以才会积极参加国际比赛。田龙老铺也表示，今年再次在国际比赛得奖。这嘛代表台湾茶品质甲风味已经具有世界级的水准。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